众朋友们，这里是峨眉传奇32世界格斗冠军赛，我们现在在四川省体育馆，我是东妮，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7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扬州亚东泰拳搏击俱乐部的袁斌，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亚桑克莱。哇，亚桑克莱这也是第三位中国的对手啊，以及巴特和侯军之后啊，就是第三位对战的中国选手。是的，袁斌呢，我们知道曾经跟郭球等等各种高手都有个交手啊。是的，袁斌跟郭球的那场比赛呢，我非常荣幸是主持人，所以之后呢，在跟勇之地推出了一个东尼东东枪的栏目，也是爆料了当年袁斌和郭球的结果，其实是被总裁判长改判了。那场比赛两名裁判判的是袁斌胜，一名裁判判的是郭球胜，所以不管是3年前还是3年后的今天，这场比赛都是备受争议，但是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今天现在他跟当今公认的世界王者亚桑克莱的那场对决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亚桑克莱呢，也是在前年啊有一年的这个退役，之后复出之后啊，整个的状态打了2场比赛已经并不是最好的水平了。然后袁斌呢，整个的打法比较，我认为比较接近散打选手，这种抢点以及找机会的能力相当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比赛也是因为虽然面对亚桑克莱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还是有的打。因为袁斌的风格啊，就是那种不容易遭到最重创的打法。单个动作的启动速度相当快。袁斌打得特别稳。看见出了好多的组合拳啊，也是针对亚桑克莱的这种打法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而且在袁斌眼里呢，他认为波球的技术更全面，而亚桑克莱呢要比波球更硬一些。对，对于他自己3年前和现在的自己来讲呢，他认为3年前的体能好一点，但今天的自己经验会更多，心态呀和硬度会更强一点。亚桑克莱还是在继续碾压啊。组合拳都是打在亚桑克莱防守的手臂上，力量也很大。我们看到亚桑克莱在屈臂防守的时候，遭到袁斌拳打的时候，整个身体还是有一些被动的摇晃。现在亚桑克莱虽然出的动作不多，都是袁斌一直是在努力的压制，但是亚桑克莱还是不慌不忙的布置自己的战术。袁斌的这种打法压制，袁斌的打法是利用步马的游走，突然的袭击，突然进去。亚桑克莱呢，还是在找这个近身跟袁斌做拳法和拳法贯通的打法。开始，亚桑克莱还是要逼近去打。是的，其实袁斌跟亚桑克莱这场较量呢，也是一场中国泰拳水平跟这个泰国顶级的一场较量。对，对，袁斌是中国泰拳队的队长，拿到了6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看袁斌也是换了架了啊，右下这种打法相当的合适啊，不断的利用快速灵动的步伐移动啊，突然袭击，突然进去。那么我们知道亚桑克莱喜欢打阵地战，这种打完之后啊，动作输出完之后就马上跟对手贴近啊，战术是有效的遏制了亚桑克莱重拳重腿的输出。是
的，因为亚瑟克兰确实是比较硬，而且阵地战确实是自己的长处所在，但是援兵就要是取长补短。这个时候打到第二波，我觉得援兵到后面啊，这个第二局后半段还是会比较稳的阵脚，因为亚瑟克兰会随着比赛的时间的推进啊，这个慢慢掌握一点进攻主要节奏，然后把自己的主动权守护出来。打到现在，我们知道亚瑟克兰有一个前手拳以及后腿的中赏啊，使得比较突出的技术。到现在，亚瑟克兰还没有踢出更多的中扫踢，刚才有了踢了一个，被严彬接住之后摔倒了。目前亚瑟克兰还没有打出非常有威胁性的动作。这个严彬有点搂抱的多了。距离是扛不住亚桑克莱的连续重拳重腿，对，所以要调整好距离。对，体能相信对于袁平来说也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亚桑克莱给人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一不小心就很可能被重击。哇，重击出来了！也是打法很聪明啊，一个动作快速打，然后马上贴近。需要注意不要给裁判留下消极搂抱的这个印象。从同时起腿的这个分量上来看，确实是亚瑟克莱的重，对，腿法更重一些。看来越打越轻松啊，越打越有。对，往前这种重拳重腿拉近逼近的这个压力啊，给袁彬的这个我觉得作用也越来越显现出来了。有点累了，哇，有点多了。第二回合，这亚瑟克莱越来越摸准袁彬这个技术特点了。对，就是说近身之后，袁彬近身之后，亚瑟克莱你贴住我之后，我趁着你放松的时候推开，把距离拉开，接着打重击。袁彬在以往的技术特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稳，然后慢慢的碾压，但是今天面对亚瑟克莱呢，节奏有点乱。对，袁彬这个时候要打拉开距离，肯定要找这个打点啊，重击上，我觉得现在希望并不是那么大，在最后一击的落点上想一个办法，然后避开跟亚瑟克莱正面的交锋。光在缠抱的过程当中，亚瑟克莱也是技术更柔韧有一些。缠抱就是泰国人不擅长的，而且亚瑟克莱还是因为打了这么多踢拳比赛，知道怎么在缠抱的过程当中去打击对手。由于双方体能下降，所以一些进攻动作都被阻。然后双方就一个消极搂抱的状态。好，接住亚瑟克莱腿。这个消极搂抱，我觉得主要的一方还是来自于袁彬，确实顶住亚瑟克莱近身的这个压力啊。好，近身袭击。刚才说到亚瑟克莱的经验非常丰富啊，知道怎么在自由搏击规则
之下，利用近身残暴的一些动作，怎么能把这个节奏控制得更顺？哦，这拳很重啊，从上往下的。这时候拼意志体质的时候，对，袁冰一定要挺住。比赛时间不多了。对。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扫踢的接触面完全是小腿的胫骨的位置，像钢条一样。轮到袁冰身上，哇，这下很危险，一定要注意防守。对，袁冰要离开围绳的这个位置。袁冰现在眼睛啊已经被瓦山克莱的后手之前打的有点肿了，这个时候会影响视线。所以现在情况对于袁冰来讲越来越不利。对。这个迎击不错啊，因为在现有的这种条件之下，袁冰只能是这么打。起腿的动作不太完整。但袁冰一直在挺过，扛着亚森克莱的一个进攻。对。这亚当克莱真是有压力的动作输出也很少，就是啊，比赛结束。世界最顶尖的拳王，我们的袁冰兄弟确实压力很大，但是袁冰也是我们中国最牛的拳手之一。那大家觉得本场比赛谁能够获胜呢？来，我来看一看裁判最终的裁决。一号裁判28-28，二号裁判29-30，三号裁判30-30。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a draw. Let's one more fight. 本场比赛平局，加赛一场。对这个结果还是满意，还是要等他力图啊，在这一局之内打出
明显的这个优势的比分。是的，这也是继巴特尔之后第二个中国人给亚桑克莱打成平局加赛。虽然现在袁冰已经血流满面，但是再加赛一局给了袁冰重新的希望。对，这一局的状态明明比第三回合还要更好一些，还是有可能创造历史。对，那么但是第三局说实在的，确实亚桑克莱的有效的重击很弱。哦，漂亮！一记错子错灯。第二次撤踹。哇，这个扫踢！哇，还以自己扫踢。这个我看的有点像几年之前的中泰对抗赛，袁冰的代表是中国散打的打法和智慧，亚桑克莱的代表的是凶狠的泰拳的压力。袁冰先生说，跟波球这场比赛遗憾的是裁判没有给加赛的一局的机会，但是今天三天后在亚桑克莱的擂台上，在袁冰有一个加赛的机会，但是袁冰在袁冰体能不支的情况下，亚桑克莱连续的直线拳法的重击啊，刚才还是打出了很多。这个时候相信亚桑克莱也是要抓紧时间积极进攻，不要给袁冰那么多贴身搂抱的时候。对，比赛打成这样，这个来说真的是很煎熬。好，最后一分钟。啊，亚瑟克莱非常明确拳法进攻的线路和落点都非常明确。袁冰在后撤当中还是有可能打出重击的迎击的。袁冰这看来好像体能也有点下降。是的，我们逼的这个节奏并没有很快了。对，但表现出来的状态是袁冰下降的要更多一点。袁冰这局就要练习自己每一分体力，对自己每一个动作的落点，抓住机会。现在我们的观众都有呼声喊出坚持住就是胜利的声音。最后10秒，双方的缠抱当中的追魂，真的加赛一场了，我看到袁冰一只眼睛已经十分的肿，基本已经看不到前方了。不管结果如何，袁冰都是我们这个级别中国最牛的拳手，掌声送给袁冰。接下来我来宣布本场比赛裁判的最后裁决。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judge gave the same scores. 一号、二号、三号裁判给出了一致裁定，9-10，本场比赛，蓝方胜。恭喜泰拳第一人，艾维亚桑克莱。好，现在音乐停。我们恭喜亚桑克莱先生。不过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插曲，我也是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知道亚桑克莱今天来，我们中国一位知名的拳王，退役军人。解放军拳王周志鹏先生今天来了，他看了比赛非常激动，他非要上台来，有话要说。我们掌声有请拳王周志鹏。